画面中可以看到一群游客在水里抓着一艘倒过来的船体，个个还在惊魂未定，不知所措。根据威尼斯当地媒体报道，这是当地一艘传统观光船贡多拉，日前瞬间翻覆。根据了解呢，原因是因为一团中国大陆的游客疑似不听船夫劝告，在船上乱动拍照自拍，不好好坐在位置上，结果导致整艘船翻覆。而这群陆客总共五个人也全员落水，泡在冰冷的河水里面。可以看到其中一名女游客移动到前来救援的船只，抓着边缘不断喊叫，神情非常痛苦。所幸同样落水的船夫呢，随后一个一个把游客救上岸，没有酿成伤亡，也有当地人协助他们把衣物弄干。不过外媒还是提醒游客，贡多拉船身小，需要一定的平衡前进，而且最多只能五名游客上船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